这小布跑的，谢谢草莓上草莓的心上小金刚和阿溜丢。全军这王八没有眼睛。类似背部按摩怎么样？没眼睛。最讨厌的生物就是一只蓝色的刺猬，因为我跑不过它。谢谢八厘米冠军的两个飞机，还有一分钟开奖啊！一个飞机能参与我们抽奖了，一千的这个抽奖。好，打卢仙还是可以的，但打皎月那肯定是打不了。你和他们是一伙的，安全起见，格杀勿论。学个 W 啊！还有40秒开奖，谢谢我们一起学马叫的飞机。哦，卢仙。嗯。我收点兵，谢谢格局正婚人，还有10秒钟开奖啊！200秒钟，谢谢老板们的飞机，这送飞机的人有点多啊。嗯，打不着，别。我们就开 W 补刀，哎，就可以了。然后去插个眼儿的，省得被干克了。你帮我抓，帮我抓就可以了，不用帮其他人。我们这把是无敌的。水晶龟，我操，跑的是真快呀，是真快呀，跑的，哎，我这 Q 我这 W 闪E 他居然直接给E跑了，我是真是没想到。含羞蓓蕾来了，那算了吧，你交闪没？你没交是吧？你没交就行，俺俩是属于互换闪现。这人是真能跑，他又套个点炎，又灵光披风了。上波闪现灵光披风，这波点炎灵光披风，相位猛冲。对付这种小子该怎么办？塔下强杀。嗯，哎。所言，可以。哦，完美补刀。先来个小日炎，还是来个小反甲，来个小反甲吧，要不来个小反甲。王八还是得要反甲的，没有反甲的王八
伤害太低。别挡刀。海眼又来了啊。直接越法来，没有道理可言，直接越法，不用你相位猛冲。可以一直越，可以，已经可以一直越了，兄弟们，我们已经无敌了。是。走，回家。900，那我们再来个布甲鞋吧。哎，不行，布甲鞋这把不合适。直接这个样子吧。要小心。两个红宝石。Enemy killing spree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如你所言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。什么人工智能 ？An enemy has been slain。王八跟刚才跟我对话了。别怕别怕，这含羞壁垒他可以尝试一波击杀。爽。没事，把他闪打出来，下边再打。可以越来，我就也去救你啊！刘仙，我都不知道为什么这么狂，还有这小鹿啊，狂什么？这有什么好狂的？不明白。塔皮我一层还没吃呢，我得吃一层塔皮呀。玩嘲讽住，下蛋回家。300日元配个小护甲。我们全是助攻怎么办啊？再把铠引红铠，其实蓝铠好一点，对面很脆的，都很脆。好，他不整蓝铠，他整红的。
我自己越塔应该也能越，现在就打着卢仙的话，我试一试啊，应该差不多。他很脆的，就是他跑的太快了，他容易放我们风筝。我们 Q 留着点，应该能越。先吃他一整塔皮。他把E交了，直接上去杀了。要小心，可以越了，已经卢仙已经打不动我们了，给我搓背，现在就是搓我的龟背。快跑！含羞蓓蕾来了，重力冲刺，别追了啊！最危险的地方，它就是最安全的地方，我们就在这里回城。他一定不知道，明白吗？跟我来来，他没有点烟，跟我过来来。掉血的，点盐还套错了点。哎呦我操！好疼！这么漂亮，推。没事，这小月应该打不死那个。回头杀他，进入身体。哎，这小月什么属性？好像新出的吧，女帝是不？啊，女帝，来个这个。我们家的凯隐好像已经有点无敌了。穿的女仆装其实是蓝枪也下当了，蓝枪怎么241还能跟让人给下当了呢？我没想到啊。那怎么这卢仙不来了是吧？杀的皎月这不也随随便便吗？不就是个防御塔吗？又能怎么样呢？你好使啊，你 AP 伤害好使吗？兄弟这不好使啊。快过来，这些小兵来，谁来了？那含羞蓓蕾没来，那卢仙来了又能有啥用呢？那卢仙随便来呀，卢仙。走了，回家了。来个水银海，把这药卖了。我们出个大腰带，
伤害好低哦，这排野。你别让我嘲讽到你，你是真不想好啊，我这一看。哎，你怎么就能烧成这个样子？我就没明白啊，就一个人就怎么能如此之骚气？这小兵，哎，这小兵，我靠，给我卡住了！这小兵，给我十字围杀了！哎呀，我给我围杀了这小兵。给我下当了吧，下当了我，哎，没下当，我们不是下当。赶紧来个反甲，翻滚中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小月杀几个了？还好也没杀几个，走一下上路。我这 W 开起来，魔抗160多也还行。也还算魔抗能顶得住。这含羞蓓蕾是真骚啊，我都不知道他骚什么。你很骚吗？你在这里骚些什么东西？骚，你有什么好骚的？你这皎月又是怎么回事？跟我月嫂，让我扛他。上高地。走吧，我打了，那算了吧，不打了，打吧。真的好骚啊！好骚，你好骚！小月来了，溜了溜了，看有没有红，把红打了。没有红，来这儿给打个小龙。哎，先杀皎月啊，这怎么踩夹了呢？没事，我们滚过来，希望锤石不要在旁边。哎呀，这锤石打我来，打我，打我，不打我是吧？那女警敢点我一下，我就直接闪现嘲讽他，给他一个猝不及防，把他干死，我让你烧，看谁敢烧。既然打不了，回家出自然之力。900-800不够。来个自然之力，跑得快，我就不出振奋了。移动速度快一点，自然之力配一个本儿。本甲再配一个九头蛇，
烧是吧？啊，跟我讲讲烧，再烧，我看谁敢烧啊？啊，谁敢烧？点燃我，跟我干来，跟我干，别跑！靠，老锤石，坏我事儿。要是这么干，可能大龙会没啊。但我估计他们家伤害不会太高，我们可以打这波。这波大龙我们可以去，只要他们敢动我，那么肯定所有人全部都会残血，没有人敢动我。先嘲讽女警啊，给你扫一下。啊，没打。1200块钱，好，有红没拿到算了。哎，这女警出的什么东西啊？这野区打吧，别上高地打，上野区打。就杀他随时了。呀，队友呢？我说这队友怎么回事啊？杀不掉人吗？大小月，我帮你挡一下钩。先杀这女警啊！哎，好样的女警！我的壳子硬不硬？嗯、啊？我今天必须杀了这女人，谁也拦不住我！我死，你也得死！我帮你往哪跑？含羞蓓蕾，怎么办，兄弟？猜中，不管他了。烧是吧？啊，烧是吧？是不烧？是不是喜欢烧？喜欢烧是吧？打我来，打我！走，把小龙打了，烧是吧？是不是烧？是不烧？是不烧？我看谁敢烧？我看谁？谁敢烧？那可不行啊！那可不行！那可不行！给我收了！给我杀女警！哎，这没啥伤害呀，伤害等于零啊！我这。
零虚区，简直是零虚区，接肉啊，根本就没有虚区。女警没有多少血，哎呀，龙打不了他，应该打不过你，你可以干他，其实你这大影魔刀这没事儿，下去找这卢仙呢。喂，1300，差点钱。这下路的一塔怎么还没掉啊？这个小鹿在这里呀、啊，哎，可以回家了。他属于百分比掉血，打我们有点痛。把那个九头蛇给除了，等一会儿，先等一会儿，先等一会儿，先等一会儿，我还没到呢，但我跑得很快啊。算了，不行就杀锤石。保一下这蓝枪，收拾吧，收拾吧，收拾吧，喜欢收，来点我！哎呦，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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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！他居然有狙，可恶可恶的女警，翻了，翻壳了。差一点点，两秒钟，我的 W 就好了，我就死不了。这不出个蓝盾，来九头蛇吸血，少点续航。那咱就别要这个，咱要个吸血，要个吸血鬼结账。看来得杀女警了。小龙，我们家的小丑辅助是真没啥用，感觉有什么用？没什么用。收拾吧，收拾吧，啊，烧！我看谁还烧，收拾吧。好台，杀女警来！短儿，这女警跟我跑肯定是跑不过。一波。俺们家一直都是劣势，你看着没？刚才那个人头比还那啥，但为什么对面打不过呢？就因为我们这玩吧呀，他肉，对面他没肉，他没人能往上冲，你知道吗？谁冲谁死。我打大龙了，
烧是吧？啊，烧，烧，我让你烧，我让你烧，啊，那谁烧？喂，啊，嗯。大龙没了，翻滚中，没了，2400，差点钱。呀，烧是吧？是不烧？我打，我打打死，还能我打？一加九都折。跑得好快呀、啊！这房子我们蓝不够用，我来个蓝 buff， 下路推吧，把下路给带了。看谁敢守塔啊！这塔谁敢守？那对不起，这个人已经死了。开 W 拆塔快一点。收拾吧！啊！打我来！打我！打我！队友呢？这不对劲呢、啊！这。零换五，那确实有点不太应该啊！零换五确实不太应该。还行吧。伤害太高了，拉倒吧！那卢仙哪有伤害的？站我胯下！赢我！卢仙敢在这打蓝，我真是没想到啊！这卢仙，卢仙是吧？伤害高是吧？伤害高是吧？你就你他妈伤害高啊啊！你伤害有多高？我看一看，伤害还高起来了，跟我在这卢仙伤害太高了。把红打了。跟我上，跟我冲！嗯，闪现走了吗？那没办法，溜一手，溜一手，撤！不打了，不打了，不打了！要小心！哎，等个等个那个什么吧，等个远古龙，等个远古龙，这不能打了。其实我刚才我都没下闪现，但我闪现逼那女警一个闪也还行。我没血，我没有血，好，我没有血啊，可兄弟们，玩吧，这血千万不能换啊，一定我们得移速快，这样才能开到人，要不然就会被封了。
烧是吧？啊，烧！我看谁烧？就你叫女警啊？啊？卢仙是吧？来来来，都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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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看我头子，都别走啊！给我追！嗯，咣！刀挡住，再也不好使。哇，抓扣！玩甲不如实现鬼，你要跑得快，你知道吗？你得跑得快，你要跑得慢那就不行。你跑得慢，他封着你，你开不到人。我要是直接能在高地上反复横跳，我就不出那个自言自力了，我就出振奋了，玩甲我也不出，我就出蓝盾了。这要是他们家能风筝人的话，你就能开团，你能开团你就得移速快。